And today, we have leaders from Taiwan whose whole family is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Atomy business altogether. So let's find out who they are. Hello. Hello. Hi. How are you? Hello, everyone. Okay, hello. All of you are here. It's good to see you all. Okay, can I ask you to introduce yourself first? 各位爱多美的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皇家大师黄俊清，我是销售大师黄玉如，我是排行老大，我是老二，我是黄玉元星光大师，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妹黄玉涵星光大师。I heard that all of your family are in the Atomy business together, and I'm wondering how you came to know about the company and how you began the business yourself. 我第一次呢是透过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爱多美的，因此而加入爱多美。So the father started the business first, and then the daughters joined in, right? 是的，首先是我先开始，然后三个女儿才加入的。Oh, that is very interesting. So I want to ask the daughters, what was the first reaction of the daughters when they found out that you were in the Atomy business? 他们是反对的，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做过了几家传销公司，都没有真正的成功过，所以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对传直销是非常抗拒的。Oh yes, I'm pretty sure that it was really hard to challenge those negative perception of all this network marketing business all the time. So how did you convince them? 我当然就持续地告诉他们，爱多美是一家良善的公司，加入不用入会费，也不用每个月买东西，所以我就坚持跟他们讲。 爱多美是一个好的公司，希望他们都能够加入。当然他们初期还是非常的反对，但是我就跟他们讲，这个先加入，然后使用产品开始。当然他们就开始使用了爱多美的产品，透过爱多美这个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他们后来慢慢的也非常的认同爱多美的这个事业，后来他们慢慢的就。 I'm really glad that it started like that with daughters trying the product, seeing how good it was, and then moving on to selling them as well, right? So, talking about the daughters, I'm going to ask the daughters now.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 when your dad recommended the business to you? How was the situation back then? We would like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at. 当初爸爸就是拿的一开始公司的产品就是保养六件组。 然后拿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试用的时候，他就很得意地问我们说：“你们猜猜看，这组保养品多少钱？”那因为听到是来自韩国的保养品，所以其实我们的印象就是应该不便宜，所以我们那时候猜大概5、6千块。对对，那时候爸爸的表情就更得意，他就说：“都错了，这一组只要那时候是卖多少钱？3000块不到。”对。 3000块不到的价格，那个时候我们当下就是觉得哇，怎么这么便宜？哦 ，CP 值很高。对，但是当下也只是想说，好，那你给我们用产品，我们用，可是并没有觉得说我们一定要经营事业，或者是我们会掏钱出来买这个产品，只是觉得哦，那你拿回来用，我们就用用看吧，这样子的感觉，就是被动式的接受。对，爸爸送的不用钱的，当然要用啊。So I heard very good stories behind that. So what was the biggest reason that you opposed him? 应该就是爸爸过去失败的经验。那时候家里常常都会有囤积很多我们没看过的产品，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爸爸都没有成功，为什么总是要走回头路？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都蛮反对的。还要勉强我们吃一堆我们平时就不会再吃的健康食品，然后一直说这个有多好，这个有多好这样子，生气，冷静，冷静。Okay, so you started as a consumer, and then well, you started for the selling. So what made you to decide into the sales? 对我来说哈，因为过去爸爸如果要重新开始一个直销行业的话。 他通常呢要先到处去筹一笔很大的钱，然后加入了之后才能开始取得这个经营权。但是呢，爱多美不一样，就我们的观察，他从来没有去借任何一笔钱来经营爱多美，他只是一直把家里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不停的换，然后可能本来是别的牌子，慢慢的都换成了爱多美。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说：“爸爸，你这次经营爱多美都不用花钱吗？”他竟然跟我说，他现在在用这个产品，他就已经开始在经营爱多美。这个跟我当初对于直销的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呢，让我肯定爱多美真的是一个不会去伤害人跟人之间感情的一个事业。好，所以我觉得首先消除对于直销的一个负面想法是我自己的感受。那像我那个时候是刚好要去大陆工作，没有想要留在台湾经营爱多美的意思，所以呢，我就带着一堆爱多美的生活用品去了大陆去做一个使用，没有想要经营。可是呢，我却发现呢，这些产品呢，渐渐在我周遭起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像我的朋友、我的室友、我的同事，任何一个人都比我爱用爱多美的产品。然后反观我自己，反而没什么感觉。然后我就反思了我自己，觉得说，难道是因为我对于传直销的这个标签也有一点太过于刻板印象，所以不愿意去面对爱多美产品的好。 好，所以后来我发现，我身旁的人告诉我了一件事情：爱多美它真的是就是靠使用产品，还有产品的品质本身就是会说话的，让我体验到，诶，这真的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像我起步是比较晚一点点啊，因为那时候我有其他的工作，那时候是因为在工作上遭遇到了蛮大的压力跟挫折，所以那时候爸爸的一句话点醒我，就是我们现在是应该是要为了自己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帮别人赚钱而工作。那爸爸这样子的话，其实有因为渴望改变，所以我就接受了爸爸的建议，然后投入爱多美的经营的行列。 Oh, okay. There's a good story behind. Okay, so so is there any specific product that affects your decisions? 我真的这个部分呢，我非常的有感。对我来说呢，我的第一个入门产品就是爱多美的玫瑰舒缓喷雾。 因为我是一个皮肤非常干燥的人，所以我是洗完脸以后，我要马上喷雾在脸上的那种肤质。那我以前呢是一个很有品牌迷思，就是我觉得要用在脸上的化妆品呢，一定要很贵。 然后要有牌子的那一种，越贵越好用。对，就是越贵一定就越效果越好。我以前的想法就是这样。哦，那所以我那个时候用的喷雾呢，是一瓶1200块台币的。哦，那有一天用完了之后，我就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在家里找有没有类似的喷雾可以取代。哦，那我就在我爸爸的这个书桌上就看到一罐，它外面就画着一朵玫瑰花，然后上面就写玫瑰舒缓喷雾。我就想，哎，跟我之前用的喷雾应该是差不多类型的，我就把它拿来喷。哇，那个喷雾喷下去，你们也都有感觉吗？那个喷雾这样喷了以后，哇，好像走在森林里面，然后雾气飘在脸上的感觉。我觉得哦，这个东西好好用哦，我就把它拿走了。 然后就这样喷了一两个月之后，以往我们都以为这个东西很贵很好用嘛，对不对？那爱多美的玫瑰舒缓喷雾只卖325块，我觉得天哪，这么便宜的东西竟然这么好用，所以我就觉得爱多美真的是哇，这么便宜的价格也有这么品质这么好的专柜的品质，可是却是非常亲民的价格。对，所以这个是爱多美真的第一个打动我的产品。从那个喷雾之后，我就开始大量的去接触爱多美的产品。那像我的话，我是使用到爱多美的牙膏跟牙刷，当下只是觉得哦，就刷刷看，结果没想到一刷以后，哇，我心里就觉得。 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产品？因为我们以前用的牙刷都是很硬的刷毛，那爱多美的牙刷刷起来以后，会觉得我的牙齿好像谈恋爱的感觉，再也不想要跟它分开。你跟牙刷谈恋爱，我的牙齿谈恋爱。所以那时候就看了一下价钱，一支才台币32块半，超便宜。那时候非常的讶异，觉得如果这么棒的产品还卖那么便宜，那怎么可能会没有市场？这市场一定是很大的。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来研究爱多美的产品。没错，当初跟我回购产品的那些同事们也都是说牙膏、牙刷非常的好用，然后说到还是要请，就是他们是要买给台湾的家人去做使用的。看来我们这个牙膏、牙刷真的是太厉害了。Okay, and is there any episode or an incident that actually made you become an Atomy businesswoman? 我们共同的应该就是去了玫瑰大师的旅游，对不对？对，玫瑰大师的旅游应该是爸爸从开始经商失败之后，第一次带我们，人生第一次这么辉煌，就是第一次带我们去参加旅游。对，所以那个真的是我们在爱多美这个事业上的一个转捩点。以前家族旅游是想都不敢想，是奢侈的梦想，尤其是而且是出国。 然后在沙巴的旅游里面呢，认识了更多同样在经营爱多美的经营者，让我们真的看到了爱多美的公司的用心，然后这一群志同道合的这个感情，然后更让我们坚信选择爱多美是正确的。对，爱多美在那边在那趟旅程当中，我们发现到每位经营者他们的心地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正直，然后跟这群人相处起来，好像自己也慢慢的融入这一块大家庭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人还在大陆经营我的餐厅的，结果去完那趟旅行之后呢，我就二话不说把餐厅收掉，回来台湾经营爱多美。那像我的话，应该最大的转捩点是生了小孩。 觉得当了家长之后，会开始去思考说，我们真的可以留给孩子什么？那看了爸爸的转变之后，就会发现说，我们现在一成不变，这样一直工作是对的吗？还是我应该要改变？以后我可以留给孩子什么样子，甚至可以培养他们？我有没有资源可以培养他们？所以当了妈妈，我觉得心境上的转变也是一个蛮大的契机点。有不同的对象需要自己去努力的时候，对。 Yes, so we've talked about how you came into the business, right? And the whole beautiful story behind it. But we want to know how was it for you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t, when you decided to go into it? 因为我之前是在医院工作哦，那在医院工作呢，其实你穿着一个白色的制服，那你走在路上，别人会跟你点头敬礼啊，哎，会说老师好啊，什么等等的哦，那所以那个感觉是优越感比较多。但是真的转换到爱多美之后，我发现变成是我每天要一直打电话去追着别人跑。 我会希望我的朋友跟我见面，我会拜托，谁谁谁跟我见面，跟我聊一聊，给我一点时间。那对我来说，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嘛，再加上这个心态上的转变，所以初期我觉得是蛮辛苦的。Okay, like you said, there must be a really hard time and difficult times and critical situations you've been going through. So, can you share your stories how you overcame those times? 那像我的方式呢，是因为大家都会遇到被拒绝，那难免都会觉得很挫败。那我的方式就是多投入成功系统，好多去中心走走，然后多去研讨会跟成功学院去加入去投入，然后你会发现跟你身边有跟你一样的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人也很多，那我们就可以多去认识大家不同的人，然后也有很多年轻的领袖，那我们就去多听他们的课。 然后多私底下跟他们做交流，跟他们成为朋友。那其实年龄层相仿，我们沟通的语言也是很类似的。所以在1、2次、3次，甚至越来越多次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多投入系统，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方式。然后像我的部分，初期是在大陆嘛，哪有成功系统？ 哪有爸爸可以求救？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蛮依赖我们的 VOD 系统。对，因为呢，就是可以去看影片，看董事长影片，看产品介绍影片，不断的去让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所以我觉得像一些在远端的人啊，没有办法这样去进行一个课程互动，而且像现在如果说也有疫情的部分，对，透过影片的学习，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度过难关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Okay, that's great. And next question is, what is your the most powerful tool or the strong point for Atomy business? 我个人认为爱多美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不是单一只卖某一样特定商品的一家事业，它是一间你会用到从早到晚。然后从男到女，从老到小，所有人都一定可以在里面。 选到自己喜欢产品的一家公司，所以我觉得产品的丰富性是这家公司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而且是可以不用去伤害自己的亲朋好友，就是像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量身定做，介绍他们适合的产品，然后呢，他们透过二度的去做一个消费，并且分享给更多朋友，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好朋友，都可以在此获得一个奖金的回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对，比在一般超市购买还要划算很多。 我觉得最棒的点应该是制度，因为加入是免费，就是只要50元的工本费这一类。这个在台湾来讲的话，几乎没有一间公司是这样。没错，比爸爸以前加入要那个好几万、好几十万，有百万的吗？没有没有，所以没有百万。加入的门槛很低，然后不用每个月强迫别人消费。我觉得这样子分享起来，我们心理的压力上会比较小。那对方接收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经营策略，我觉得是在台湾经营起来是非常有优势的。对，我觉得不用囤货这一点真的印象很深刻。以前就是又收到一箱货，就看到后面还有10箱摆在那边，家里真的超多的。没那么离谱啦。苦主在这里，梦开始很可怕。That is very true, and I'm so glad we heard the story of the 3 daughters and how they felt, you know, about Atomy business and how they started, right? Right. But we haven't heard much about the father's side. So now I want to ask the father, how did you feel when your 3 daughters decided to join you in the business? 我当然非常高兴了，因为我从以前我就觉得说，假如说。 他们能够加入爱多美，3个姐妹一起来经营爱多美的话，啊，他们将来可以在爱多美做得非常的出色，那所以我就一直的鼓励他们。那现在他们就愿意来经营爱多美，当然我会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也期待他们可以在爱多美有好的表现。 Yes, so before we heard, that is very good that you were so happy. We heard also from them that. They didn't like the business at first, correct? So why did you recommend the Atomy business to your 3 daughters when they were so against it? 爱多美的商业模式是非常可靠，而且具有非常好的未来发展性。爱多美是我见过最好的一家公司，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他们来做然后我也发现现在是社会上。 年轻人啊，赚的薪水，又不多，所以说，要能够养活自己也不简单。那我希望说，他们都能够来经营爱多美。虽然他们已经有不错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还是希望他们也一定要来经营爱多美，这样子他们的生活将来的生活才能够越过越好。所以我才会不停的一直跟进他们。 让他们一定要专职的来经营爱多美。Oh wow, that's great,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all this family get together, doing same business as a family, and you must be learn each other sometimes some things. So can you share your stories? 我还记得刚开始就是初期经营的时候，有没有？每次回家一定就是要路过他的房间嘛，我们都这样。 然后想要偷偷的路过，他就会说：“王源过来。”然后就打开那个我们的那个组织图，今天业绩怎么这样呢？哎，你这个有没有认真啊什么的？所以后来我们经过他房间都要很小声，不然就会大概进去半小时出不来。只要爸爸跟我们讲大边小边，我的耳朵就开始挡起来。对。 然后就飘走，然后就说：“哎，你们下个月成功学院有报名几个人？对，带多少人啊？哦，今天签了几个会员啊？真的，当自己的爸爸是上线的时候，其实真的压力就是没有分公司跟家庭，就是全部24小时。对，但是爸爸是真的非常关心我们，不然我们不会成长这么快。Okay, that's a really fun story. Okay, so in general, how do you proceed your Atomy business? 像我的部分的话，我不是先从昂贵的保养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开始，我是先由最容易的牙膏、牙刷、洗碗布、面纸、卫生纸这种日常生活用品、家庭主妇用品最容易大家接受的产品，而且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为一开始跟人家分享的一个工具。那因为它好用，然后又便宜，又是必需品，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分享的时候，对方的接受度都会很高，所以我的方式就是先从这类的产品先切入，然后再给他一个我们的爱多美的产品折页，让对方带回去看，或者是现场看，他可以马上看到所有的产品以及它的价格是真的非常优惠，那对方也会很安心，带回去看之后，他会对其他的产品产生别的兴趣。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体验也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像我们的这个清洁四件组跟凝萃焕肤6部曲，就是我们最常拿来做体验的一个产品，因为帮他做脸完之后，那个做脸前后的那个对比，真的他自己或者是看照片都可以感觉出来。然后做完脸之后，再请他喝一杯我们的阿拉比卡咖啡，哇，是不是贵妇般的生活？太享受了，是不是？所以就会对爱多美的产品跟这个公司品牌的形象，然后包括我们自己的形象也会大的提升，而且如果你帮他做完脸之后，他感觉到这个效果，他一定会马上问你，那这个东西卖多少钱？一定要问价钱。对，每次讲出来，对方大概10个有9个都会吓到。对，一定要先叫他们猜，对，他们猜的价格大概都可以买4、5瓶这样子。对。那像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像刚刚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百货公司买保养品跟化妆品的人，贵妇。对，我以前就是很喜欢买这些东西。那接触到爱多美之后呢，我发现在爱多美里面有更多比百货公司这种专柜品牌更好用的东西哦，所以我就把自己当做全智贤了，自己大量的一直试用这些保养品，然后试到自己觉得很满意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出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无往不利的。我觉得真的便宜的东西也是有品质非常好的。Wow, yeah, it was a good story. You actually explained all your know-hows, but I think you have more about your know-hows. Yes. And can I ask you to share your more secrets about how you proceed this business? 秘诀一定要从大师开始，大师，马太最资深的。我觉得要跟人家谈爱多美，最重要的你要谈到爱多美的价值在哪里。啊，当他了解了爱多美价值以后，就由他那是自我的决定，啊，那要不要做就随他，啊，你只要把爱多美的价值讲清楚、说明白，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因此而加入爱多美，啊，甚至启动经营爱多美。好像没有说真的诀窍，我觉得不二法门大概就是把自己经营好，你要看起来够健康。够这个气色要很好，然后可以足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他人。然后当然，我觉得陪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就是当你陪伴新会员，绝对不是把他带进去爱多美就好了，你一定要陪伴他，培养他到跟你有一样的能力，可以在爱多美里面独当一面。那我觉得一直这样子复制下去，培养下去，我觉得大概是这个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啊。我们的不二法门应该就是我们3姐妹一起做，要 cross 一下。我们3姐妹当一起出动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就是分工。好，譬如说谁是讲产品比较厉害的，然后谁是实作经验比较强的，那谁是讲制度比较厉害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没有家人姐妹的话，也可以跟自己最熟悉的伙伴2个人搭配或3个人搭配，大家一起去完成一次的一个推荐，对，或体验。我觉得大家能够从实作上面得到更多的经验，然后互相帮忙。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优势。的优势，对，3个人可以一起出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做一个影片，对，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好像关于父亲节的，然后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学过一些影片的那个剪接拍摄，所以呢我就帮我们家拍了一个影片。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大姐负责写剧本，二姐就负责在现场编导，爸爸就是当里面的演员，然后我负责拍摄这样子。那一次下来的一个分工合作，我觉得效果当然也是不错，然后更让我可以体会到就是家人一起同心协力经营的那种难能可贵。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一起经营的话，应该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成果了。As we were talking, we might seem to think that the know-how is to do it together as a family, right? So as you do together this business as a family, what do you say to and hear the most from each other as you go about this business together? 被训话吧。对啊，因为时常我们回到家或什么的，爸爸都会拿着组织图出来，然后就开始哦，这个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你有没有去跟进这一位会员啊？你的 PV 怎么这么少啊什么的？然后你们这样的做法哈、哦、要调整啊，你们这样不够积极啊等等的。对，那我们之间大概就是被讨论完之后，我们自己3个人会再回去再开会。然后也是互相讨论说，哎，这个会员你可能比较熟悉，那就你去跟进他。那这个会员可能比较缺乏的是产品部分的知识，那可能我就会去特别的做一个辅导，就是互相用彼此的能力去加强我们的组织。那我们也不会去分说啊，我的组织、你的组织、他的组织这样子。哦，那我们应该彼此就是也是蛮常开会讨论的。所以当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机会难得啊，所以就要找他们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他们爱多美的这个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啊、那组织怎么样了啊、所以我就会找机会跟他们讲啊、但是呢，他们都有时候都会躲着我。不是，好不容易把我们3个找来，想要念几句，就发现我们3个太吵了，就会说好了，好，我念完了，你们可以走了，因为3个人在一起太吵了。Wow, yeah, that's really fun and very happy family I can feel here. Okay, so next question is there must be I think there might be some people who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this Taiwanese market. So do you have any tips for those people who wanted to start with? 事实上，台湾呢跟很多国家不一样，台湾就是地小人多，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相约见面谈爱多美。再加上呢，台湾在过去呢，经济发展也非常的不错，所以一般的人的消费能力也都还蛮不错的。再加上台湾的百姓呢、个性都是非常的善良。所以大家来到台湾啊，绝对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热情也是我们在经营上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用到好的又便宜的东西，我们就会很想要去告诉另外一个人。那这样子的算是我们的本性吧，就觉得哦，我们一定要把好的东西分享出去。我觉得这样子的热情在台湾经营上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没错，而且呢，其实台湾还蛮喜欢韩国的一些文化，好，比如说一些韩国的偶像明星啊，甚至是美妆保养品什么的，在台湾其实都非常的流行。所以其实呢，大家听到爱多美是来自于韩国的，本身兴趣就已经提高了，对，然后再知道哎，原来价格是这么的亲民，一点都不像是进口这样子的一个价格之下，又会更愿意去做一个使用。所以我觉得在台湾这个部分是非常好的。And is there any product that is the most popular, or is there any rising popularity in Taiwan? 台湾基本上来自韩国的产品都很受到欢迎啊、尤其像我们的 Hemohim， 还有我们的6部曲，都在台湾都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爱。那像我接触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主妇、家庭主妇。那大家对于爱多美的海苔系列的产品也都非常的喜欢，像是小包装的海苔、大海苔以及海苔酥。这个运用在家里伙食的部分，其实大家运用的层面都很广。那自己用或是送礼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海苔商品在台湾也是销售很高的。小孩不吃饭的时候就怎么样？超方便，包起来拆一包，哇，整碗饭吃光光。对，每次一开海苔吃饭就最快。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的清洁四件组在台湾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在台湾的天气啊非常非常炎热，也很潮湿，女生很容易毛孔就出油了。那再加上其实，在台湾骑摩托车的人非常的多哦，那其实大家的空气呢，大家的皮肤呢都是暴露在空气之中的，很容易那个灰尘就是会阻塞我们的毛孔。但是使用我们的清洁四件组呢，它可以很深层的去清洁我们的毛孔，然后呢又可以就是把一些脏污带走。对，我觉得清洁四件组是非常非常适合台湾人，而且很受到欢迎的。你昨天有用对不对？一定要用啊！上节目之前。一定要好好的帮自己保养，难怪脸这么亮。对对，那我非常想讲的，一定要讲的就是，我真的非常推荐我们台湾自己生产的卫生纸。为什么呢？因为各位，你们有听过哪一家传直销公司有在卖卫生纸的吗？真的没有。而且一包平均的价格不到10块钱的台币，对，真的比外面的超市卖场还要便宜。而且重点，它是一个环保卫生纸，它不是去砍树啊去做成的。自从上次澳洲森林大火之后，我看到很多无尾熊没有家，我真的觉得真的要珍惜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能源。好，所以呢，我觉得使用我们的环保卫生纸，我觉得不仅是用卫生。还有在帮台湾做一个环保的那种感觉，尽一份心力。I can hear a lot of products are on the rise there in Vietnam, almost all of them you mentioned. So it is so inspiring to see you cooperating and helping each other as a family here in the Atomy business. What might be something that has changed since Atomy entered your lives? 最大变化你们都看到了，我都不用讲话，他们三个就讲完了。没有啦，说实在的，从我2014年写下我人生的第一本的第一次生涯规划以后一直到现在经过了7、8年后的今天，大部分的我的梦想也都实现了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生活那心情呢完全也都改变了，加上我刚刚讲的有了3个女儿的帮助，我现在就可以越来越轻松。那所以这就是我在Atomy这个最大的一个改变，也是很高兴可以看得到他们3位的一个加入，这个后继有人了，我就可以退休了。你不能退休，你不能退休。对。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应该最大的改变就是家庭气氛的和谐。对，因为早期爸爸经商不是那么理想的状态之下，我们家常常会愁云惨雾了，乌烟瘴气，气氛不好，然后爸爸妈妈常常吵架。所以对于我们3个女儿来讲，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爸爸妈妈的感情又恢复以前这么好，然后我们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聊的都是共同的话题，然后有个共同的目标，我觉得这样子整个家庭气氛非常的融洽，然后很团结的感觉，这个是以前没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是Atomy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在这过几年的下来的改变呢，以前说他们3个是我的女儿。现在呢，很多人都说我是那3个女儿的爸爸，我家3姐妹的爸爸。That's true. Yeah, the daddy of these 3 happy daughters will be the very best thing to have. Okay, do you have any plan for the futures? 我们最近常看到我们的尊王大师朴真秀，有他的梦想屋，他盖了一个4层楼的Atomy之家了哈。所以我看了以后，我也心里面我也有计划，就是在我山上有一个湖景的一个山上呢，要盖一个2层楼的别墅。那这个外观呢，我要用成Atomy的2个颜色，就是蓝白色。那盖好以后呢，将来我就可以常常邀请我们的伙伴到那边聚会这是我。未来的一个想要完成的梦想。那我的部分呢？因为小朋友现在还是幼稚园的年纪，那其实身为父母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提供孩子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因为爸爸妈妈努力的过程。好，我们以前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遗憾，没有完成的部分会有一点遗憾，但是因为这样子的遗憾，反而让我们现在更加珍惜现在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也会希望说，以后我如果有能力，更有能力的部分，我要提供我孩子更好的资源，让他们去学习，或者是让他们去玩乐。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希望可以提供孩子的东西，那让他们保持一个正直的心，然后可以在能力上可以再去回馈社会，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为父母一个最大的梦想。爱多美改变了我们家庭非常的多，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过去跟我们一样经验的家庭，可以因为爱多美呢跟我们家一样获得改善。好，所以因为现在小孩还小，然后台湾就全世界也有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到处跑。好，那如果有一天整个世界又恢复原本的平静的时候，我也希望可以把爱多美带到更多的国家，然后我们的团队可以更大。没错，其实真的就是希望爱多美可以成为100年企业。那这个不仅是爱多美自己的责任，而是我们全部人所有人责任，所有人的责任。对，真的很希望可以跟爱多美持续的奔跑下去，然后让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还有更多的家庭享受到爱多美真的对生活带来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希望爱多美可以长长久久成为100年企业。Ooh, they're all such wonderful plans. I think you guys will definitely be able to achieve your goals together as a family. Yes, that's sure. I can even feel their happy energy from here. Okay, I wish you best for the best in your future endeavors.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Bye.